崔大陆，5年前你把儿子丢了，你是在兰城和这个女人认识的，你们玩的是仙人跳。你把东西放下，有事说事儿。帮我找到陆永安，这钱就是你的。你得再给我10万。偷钱偷人呢？偷钱，没钱我哪也不去。看中了你的美颜，老大耽误我。臭孩子，非当爹了！哎呦我操！你俩要是再打，我正好打死你。就让你他妈带人路，这里面是个村子。你说的他妈是古代吧？我是被钱来，没钱了走不动。你讹人呢你啊！给我留一口。那什么胖你俩，不是他们有人味都没有。吓着你了吧？别怂。我是你小舅子，那你就是我姐夫呗。我姐夫干啥职业的？跟你一样，人渣。